变成这样啊，怎么回事？你到家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真醉假醉啊？啊，我检查一下。听说啊，真醉的人这个手他就立在这里了，装醉的人就会掉下去啊。我看一下，哎呦，那看来是真醉了哈。再看看，真醉的人就会立在这里啊，装醉的他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真喝醉了。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吧。